操作。好，现在是操作这个店是小火锅店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点小火锅。嗯，好，那火锅他现在客户点的是麻辣鸭血锅哈。麻辣鸭血。好，他要客户写一下，现在要那个超辣。好。啊，那这个火锅是售价是100块。一百。收你100块。好，结账。结账。好啊，确定。好，确定，这样就整个是它的流程，好，就这样结账。